牌儿。老板在老家，有这么快就交往了，有新的女朋友吗？不可能吧？你肯定是搞错了。以我对他的了解啊，应该是不可能啊，这么快就发展了新欢，应该是不太现实啊。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，家人们，不可能说发展的这么快的啊。发展的这么快就有了新欢，对不对？那得有多渣呀！用咱们现在最流行的话来说，渣男渣女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如果这么快发展好了，是不是那得有多渣呀？这个时候不可能的，家人们，你们也不能乱去带这个节奏啊！没有的事儿就被你们说成有了，就像原来我一直背黑锅儿。一样的，是不是很多东西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，就被大家认为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啊！我就经常被误会，背那样的黑锅，不是喜欢是旧爱，你更别去提这个词啊！84年用户那个，是不是？不要乱去带这个节奏，等一下大家又认为是这样子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老就是说这些不是的是的东西就不好了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一些东西，我们要以眼见为实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要以眼见为实，是不是？不能没有看到的东西，不确定的因素的东西啊，咱们不能乱去造谣。啊，家人们，曾经你去找也好吗？曾经你现在也有曾经你自己的事儿啊，也是有自己的烦恼啊，家人们。啊，我现在还为我自己的事儿感到更头大，家人们，更头疼，我还更头疼现在。感谢晴空万里送出的灯牌儿，啊，感谢感谢。咱们人都跑完了，对不对？感谢点了关注啊，感谢点了关注。他在老家直播，有个叫月月，啊，3年都放弃了，啊。那是他机器吧，家人们，你们不要，就是没有见到的事情，咱们也不能。虽然现在对不对，没在一块儿了，大家对不对？我还是觉得，就是说，也希望身边人都好啊，不包括以前的同事啊，就是说以前做过的事情也好，对不对？咱们现在都各自安好嘛，家人们。陈经理，你是好男人，我看儿子怎么也都掉下来。对对，有些时候呢。咱们反正眼见为实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谢苹果猴送出的小心心啊！老板那天直播，哎，打拼，哎，在酒店一个女的，是吧？不能乱带这个节奏，家人们，不能乱带这个节奏的，眼见为实，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咱们老带这个节奏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不要说以前曾经你背黑锅背得多，等一下又让老板背黑锅，你们是不是？各自安好吧，家人们。啊，现在这样的方式都挺好的啊，都挺好的。你的那个李敏结婚有孩子了吧？不可能的，家人们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啊，如果他有这样子的情况，家人们，他肯定会告诉我的。啊，
晚上阿伟他们直播间7000人气呢，啊，酒店那美女是谭妹，对，应该是他亲戚啊，咱们眼见为实，不能乱去带这个节奏，家人们，啊，阿伟他们直播7000人气啊，有这么多人吗？是不是你们都跑偷偷的跑去哪里去了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都偷偷跑去支持啊那个小帅哥了，是不是啊？没事，你们反正喜欢看谁就看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这都是你们自由的选择权，对不对？自由的选择权，是不是？你们喜欢看谁就喜欢看谁，这都没有关系的啊。我是给你们开开玩笑啊，我是给你们开开玩笑，你们不用偷偷的跑去，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去，是不是？啊！感谢毛毛点了关注啊，是吧？你们还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，你们喜欢主播的也可以把关注点上啊。陈经理，你比阿伟，我比什么阿伟呀，家人们？哈，害人之心不可以有。对对对，一看到那个女人，老板一不小心，看操，说都是在演戏，看了不想看，太假了。那个阿年说的啊，不管是演戏也好，怎么样子也好，反正呢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咱们喜欢看的。反正都去看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用偷偷的去看啊，你们喜欢看谁就看谁吧，是不是？没有关系的啊。反正咱们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做好自己的人就行了啊。先不退了，九庄来了得女士，来了就是女朋友，真的是，对，有些东西也，是不是不一定说就是大家见到了啊，觉得就是说在直播间出现了或者干嘛，对不对？就觉得是老板的女朋友，也不能，咱们也不能这样子去说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反正眼见为实吧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陈经理。阿伟看你主播什么意思啊？陈经理，做个是实实在在的人，一直都挺实在呀，是不是？一老板谈妹，对，反正对不对？谁家还没有几个亲戚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谁家还没有几个亲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不能说出现一个女孩子在直播间，或者是跟她对话也好，干嘛也好，对不对？你们就认为她就有了新欢，或者是找了新的女朋友，咱们不能以这样子的话题去围绕，是不是？搞得好像人家是不是那个易老板有多坏，或者干嘛似的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是说她好话，也说她怎么样子，我只是讲出我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话题啊，家人们。曾经你是个好孩子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也感谢你们的理解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呢，反正咱们做好自己，对不对？更多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的，对不对？曾经你要做个好人，可以给阿子阐明方向，引导他。引导就不至于啊，家人们，引导就不至于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，是不是？也能够，大家也能够自己看清一些现实的东西的，家人们，你们也要相信阿子，对不对？是吧？相信任何一个人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陈经理，我看你主播，陪你看，阿伟主播听的，啊，吴总看。吴总手机看女主播，没事没事啊，家人们啊，没事，咱们反正爱看谁咱们就看谁，好不好啊？
咱们喜欢主播的啊，你们后面进来的，咱们也可以把那个点上关注啊。你很实在，感谢贺啊，感谢贺。吴总就是泡泡，呵呵，泡泡，泡泡是啥意思啊？啊，那个阿年，那个阿年说吴总就是泡泡，呵呵，感谢漂亮送的灯牌啊，感谢漂亮送的灯牌。啊，原来我在就是在外边认识的一个老乡，当时我们关系很好，后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他就离开了，就离开了陈经理当时在湖南那边，呵呵，他就喜欢说大话，我叫他泡泡。你这个你阿年，你这个取的外号真的是挺那个啊，挺溜的啊。做人懂得感恩才会走得更远，对对对，咱们在任何时候，对不对，咱们都要懂得感恩，要记住每一位出来社会过后，要记住每一位帮助过自己的人啊，扶持过自己的人，时刻咱们要记在心里啊，牢记在心里，然后要去懂得回报，懂得感恩啊，家人们。海控点我陈经理有实力，陈经理有啥实力，陈经理现在自己的事儿都整不明白了啊，家人们还有啥实力啊，对不对啊，现在自己的事儿都没整明白啊，怎么哪来的实力啊啊。是的，神经理加油，感谢阿尼的支持啊，感谢你的鼓励，我会的啊，我会的，我会加油的啊，陈经理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家人们啊，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都会加油的啊。陈经理你说什么，我两部手机一边看你直播一边看阿伟主播听你的声音。两部手机在看了啊。陈经理还是去帮一组搞管理，反正怎么说呢，等陈经理把自己的事儿落实下来了，把自己的事儿你整明白了，对不对，后续再说嘛，家人们啊。我们喜欢看实在人，加油啊，感谢啊阿年，感谢感谢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啊，好不好啊。见女朋友了吗？没有见，没有见，没有女朋友怎么见了啊，家人们。原来也非常好看，后来看他说话做事很不好。李敏是订婚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家人们1178又付那个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说我现在还要把这件事情搞明白啊，家人们。当时李敏我们在湖南的时候真的很好，我们真的很好，但是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他突然之间就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回了老家这边了。因为李敏是我老家这边的，我们都是老乡。因为当时你们真的那天在我在直播间也有讲过啊，如果你们当时是吧背井离乡，就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不对，碰到自己的一个老家这边的人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找到自己的一个就是最亲近的人，是不是最最亲的一位亲属一样的。当时是吧我们是吧，我和那个李敏认识过后，我觉得我们都很好，然后又是自己老家这边的，我们关系很好，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突然之间就离开了。所以呢我现在找到，我要找到他，就是当面问清楚他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选择离开啊。所以说我最近也是为这事儿感到真的是很头疼啊，家人们啊，也是比较头疼，所以我要找人，是找到了啊，他的家也我也找到了，但是呢就是事情呢咱们也还没有个了结啊，我要把这事儿问清楚了，对不对，我才能安心啊，家人们。他可能是吃醋了，
也不知道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咱们又不是当时又不是那种是吧？女朋友男女朋友关系，只是我们当时老乡嘛，我们关系都很好，家人们，啊，是啊，很多家人们说啊，就是问我结婚了吗？就是看他的这个家的这个挂的那个就是灯笼，还有就是喜字贴的。我也很纳闷，也很纠结，所以呢我还要去找他把这事问清楚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还去找他把这事问清楚然后再说嘛。反正后期啊，这个就是说有什么就是进一步的这个情况啊，了解到了我也会告知家人们啊，我也会告知家人们。然后家人们啊，今晚就我就先到这儿了，然后就下播了，然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会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就先下播了啊，是吧？结婚了，我肯定会选择不去打扰他的，家人们，你们放心好了啊，我还要去办我自己的正事儿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先下播了啊，家人们，拜拜。我就先下播了啊。